行你应该听过，但未必有机会在现场看过。集准成道，体能、组织和速度于一身的运动项目，轮椅篮球。第六届全港运动会新增了轮椅篮球挑战赛，一共有六支队伍透过香港残奥会轮椅篮球活化计划参赛，他们分别代表了六个区域。每队都有香港代表队成员参与，为大家送上多场精彩赛事。经过多轮初赛，四强名单已经出炉，由新界东对港岛东，另一边是由九龙东对港岛西。各队会在5月14日上午10:30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出战四强赛，力争冠军宝座，约定大家到场打气，为球队欢呼。